Ladies and gentlemen, SCP. You let the beat drop. Yeah, it's stand the chart. It's our X. 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.我真系想知有四个问题，我哋一齐去睇下渣打佢点睇。我平时用开张提款卡好地地，点解渣打今次要寄张新卡过嚟？ Why？ 今次换咗张自动柜员嘅正片卡，去到海外会唔会揿唔到钱 ？Oh my god！ 有啲嘢用开就用，最紧要系方便。Yes。 有提款卡密码同户口又使唔使改变？ Uh-huh。 新卡同旧卡两张卡都系受，究竟边张用得，边一张又要换走？走。其实以上问题根本唔使担心 ，That's right。渣打银行不嬲摆客户位 number one，yeah。收到新卡即刻用得话都冇咁易，有几 easy 等渣打服务大使话俾你知。渣打致力提升服务质素，让每一位客户都可以体验优质嘅银行服务。今次为咗加强自动柜员机服务嘅保安，及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嘅最新指引。我哋会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底前，分阶段为现有客户免费更换新嘅自动柜员机晶片卡，包括银联单币晶片卡、银联双币晶片卡同埋 Cyrus 晶片卡。新嘅晶片卡将邮寄至你嘅通讯地址，所以现有客户无需登记，只需安在家中就可以收到我哋为你准备嘅晶片卡。此外，渣打亦已提升喺香港嘅自动柜员机系统，以支援晶片卡认证技术。今次更换新晶片卡系根据客户现有自动柜员机提款卡嘅网络，例如客户持有银联单币提款卡，渣打将更换与银联单币晶片卡，而银联双币提款卡就会更换与银联双币晶片卡。Cyrus 提款卡就会更换与 Cyrus 晶片卡。我哋系绝唔会更换另一自动柜员机提款网络晶片卡俾客户。此外，如你需经常使用海外柜员机服务，除可申请 Cyrus 提款卡外，亦可以将银行账户连结到你嘅 Visa 或者 Master 信用卡，就可以使用海外 Plus 或者 Cyrus 网络。当然，你在外游前亦需要启动提款卡的海外自动柜员机每日提款限额功能。新晶片卡的号码、卡密码、附挂提款卡的户口均与更换前的磁带提款卡相同。如提款卡已登记缴费零、电话银行同埋有已经设定了而仍然有效的海外提款功能等服务，是维持不变的。客户即可如常使用，无需为再次设定而烦恼。提提你，新晶片卡一旦启用，你的磁带提款卡就会即时自动失效。如果你不即时使用新晶片卡，你的磁带提款卡亦会于2014年4月1日后失效。总之，记得收到新晶片卡之后就即刻启用啦。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致电或亲临渣打分行查询。